我现在在南投的2018发表展，然后今年这第一天开幕，所以人超级多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竹山木屐勇士，然后它是针对各个就是南投的景点，然后做的。然后像竹山就有那个桃太郎村，然后后面还有许多精彩的活动这样子。来，像我们熟悉的妖怪村有没有？然后就是把它变成了妖怪村的图像，就长这样。那边还有就是那个日月潭的酒蛙，大家记得来2018南投沙雕哦。